当天是3月1号开始复工，从营业之后呢，基本上是没有客人。疫情之前的话，我们店基本上是每天是爆满，我们开店一个礼拜了，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2桌3桌，那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如果是这样持续几个月，我们可能就撑不下去了。我们困难就是接下来的疫情还没有得到解决，如果还需要大概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资金链可能是会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还要交房租，还要有员工，还要有些运营成本的。物业呢是准备给我们减免一个月房租，具体还没有落实。我们就希望国家呢，实实在在给我们中小企业做一点实在的事情。我们就希望。